好 ，Unity 资源多点。那在你的视窗上，你的电脑有资源触控萤幕。当你把三个指头放在你的视窗上，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画面。那你可以利用指头去滑，也可以做各种不同的变形。好，这是支援它多点的部分。触控萤幕现在在这个系统上也没什么问题了。那在程式呢，我们在搜寻软体的时候，我们只要输入多点两个字，你就会看到现在开始有程式。